六四五一这串数字瞬间让多少人成为了音痴，看你中招没有啊。六就是六一三这三个音，四就是四六一，五就是五七二，一就是一三五，看可以弹上多少首歌。雨下整夜，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，还有什么确定，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，不见你会想你，在人群中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。哒哒哒滴哒哒哒，哒哒哒滴哒哒哒滴滴。还有什么歌啊？神秘北极圈，阿达斯加的闪电，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，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 I love you，只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，还解析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。还有李现里面的歌，你看，每当夜色变成黑暗的网，我相信破晓在不远地方，我可以在你身后像影子追逐光梦游，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啊。当然以上这样弹都是最简单基础的弹法，原版呢当然可以设计的更好听，比如说 Summer。是不是更阳光的感觉？啊，当然还有什么周董的七里香啊。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，是吧？是不是这种变化之后呢更好听？虽然说这些歌曲的和弦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的设计方式啊不一样，包括调都不一样，这就是即兴伴奏思维。想学到更多这种技巧，关注悦耳钢琴小胡老师，可以来约我的课哟。